我在修车的时候，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神记不太清楚了。线索中断，真相扑朔迷离。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？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。查查他。是。你给我回去！不回。矛盾。爸，这个机会现在留下我赚钱，让我为妈治病。大清，我错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事情不用再管。危险！哎呦，大清！站住！好啊！他们用爱守护亲情。李立超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？我告诉你，以后谁也不许欺负，包括美霞。不敢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敬请期待《方圆巨镇》四集迷你剧集《阳光下的泪痕》第二集。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。我想你了，雅晴，一定会考上大学。她怀孕了，孩子没有问题。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，还要照顾一个孩子。亚妈快死了，我找东辉哥。我想客气，我能照顾好阿凤，还有雅晴。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。东辉哥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？不管你是谢东辉还是雅晴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Y等于正负根号的3x。爸，你会解这么难的题？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。阿明，是你吗？你还好吗？妈想你了。妈妈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雅晴要考大学了，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。梁善明负案在逃至今，经袁州警方通报，梁善明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。也就是说，梁善明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。有这个可能性，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。那是我跟小马的车。哎呀！你干什么你？东辉哥死了。阿凤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，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？喂，阿凤。东辉哥呀，我跟你一起赚钱。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，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，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。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。阿明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来找我，你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，我没脸见你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。
阿明，别打了，阿明，我杀了你！阿明，阿明，阿明，阿明。什么？妈，我杀人了，妈！妈，儿不孝。阿明，一定要活着。三、零，取材料。叹什么气呀、啊？这梁善明好好的一个前途无量的准大学生，就因为女朋友被人强奸，一时冲动啊，把强奸犯打成了高位截瘫，自己倒成了逃犯了。要不说呢，冲动是魔鬼啊。喂。啊，您好，好好，我记一下。嗯，嗯，啊，谢谢。师傅，岳小凤找到了，她是内河人，20年前跟着丈夫一起来到了咱们海州，她的丈夫叫谢东辉，这是他们的住址。谢东辉。二位找我有事儿？我们见过。啊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郑姐。啊。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？这是我的电话呀。这样，我们能看一下您的手机吗？5号晚上9:32，有一通从这个号码打去袁州的长途，为什么您手机的通话记录上没有？你认识一个叫梁善明的人吗？5号晚上，我在修车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过来，跟我借了一下手机，打电话没打通，后来我就把那号码给删了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哎呀，当时天太黑，我没记清楚。口音呢？好像没有什么口音。这个人是胖是瘦，是高是矮，你总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？我当时坐在那儿，他天太黑。哦，他好像。就跟您比您矮一点，不是很胖，神气不太清楚了。
好吧，就这样吧，走吧。谢谢。师傅，嗯，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？你说的。我觉得接电话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毕竟现在公共电话这么少，想要跟家里打电话，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话，跟人借电话是最好的办法。但是呢，哎，我想听你说这个但是。但是，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。你还真有进步啊！查查他。是。不过，你说，如果老谢说的是真的，嗯，那最近这几起猥亵案，会不会就是那个杨善民干的呀？你想，他东躲西藏这么多年，肯定没成家，所以就产生了某些心理问题。我刚表扬完你，你这个脑袋呀，真的是没白长。如果把脑袋给抠出来的话，一定比正常人重个半斤八两的。为啥？里面都是水呗。你狗血电视剧看多了还是怎么着？怎么什么都能搅在一起啊？记住啊，咱们查案子最忌讳主观臆断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你要是把你编那个狗血电视剧的镜头啊，放到咱们查案子上，你离立功就不远了。雅晴，你学习这么好，不上大学可惜了。比起妈妈，上大学不是那么重要。我妈这个病，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治好的，而且治疗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。那我觉得，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。自己当上了医生，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？我知道。可是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。哎，你看那边在招聘歌手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姑娘唱的不错，音乐学院的吗？嗓子先天条件不错，愿不愿意日后考虑发展，来我这儿当个歌手啊？我可以吗？来，我们聊聊工资。你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？300块。他说这个月先让我们试试，如果反响好的话，我下个月就能唱两场，那不就是600块了？这么多？一场3首歌，一首歌就是100块。华明，我发财了！雅晴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考大学，毕竟念了这么多年。别劝我了，我本来从小就喜欢唱歌，只是我爸一直不让我学而已。为了我妈，我才选择学医的。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我既能选择做我喜欢的事情，又能赚钱给我妈治病了。可是，
你是不是朋友啊？他长什么样子你还有印象吗？那个人多高你还记得吗？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你知道吗？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老街区的第三起猥亵案。那么这个涉犯的描述啊，这个嫌疑人男性，身高是1米75左右，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。作案的时候呢，头戴深色帽子，黑色这个口罩遮面，选择的受害对象呢都是深夜单独行走的女人，而且作案地点选择是在老街区那些没有探头的这个街道。这说明作案人对老街区很熟悉啊。是，我们也这么考虑，所以建议是否能够对老街区咱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。想法很好，只怕咱们的警力不够啊。队长啊，马队，还有一个事情，经过这个受害人的描述啊，嫌疑人每次作案的时候身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味道，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。很好，这个案子呢就交给你们了，争取在限期内破案。我就是不服气，凭什么到咱们这儿就是警力不够呀？猥亵案就不值得重视了？哎，你站着，不许带着这样的情绪。人家马队说的是实情，警队缺人手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再说了，有些组还不如咱们呢，人家一个人盯好几个人用。那这案子咱们怎么查？难道还真要闻着味儿去找罪犯呀？咱又不是数金犬的。当事人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味道，的确有点难度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咱们人手又不够，时间还挺紧。是啊，嫌疑人在这段时间作案了3起，通过时间上来分析的话，没有什么戏可寻的。上车。轻点儿，别把门给摔坏了。哎，不是师傅，你每次都把困难说得特别大，然后自个儿玄玄乎乎就把案子给破了，你是不是又在吊我胃口呢？真聪明，路数都让你给摸清楚了啊！那师傅，你快点告诉我呀，咱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？现在马上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马上出发。咱们去哪儿呀？去吃饭。啊。吃饱了，才有力气办案子呀！走了啊。阿凤，今天咱们一起出门，啊？阿凤要去找美霞。咱们不能老麻烦人家，今天东辉哥跟你一起走啊。阿凤要去找美霞啊，东辉哥陪着你一起啊。今天东辉哥跟你一块儿去。美霞，阿凤啊，你记住我的话啊，以后咱们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了啊。美霞。
不能老给人家添麻烦了，知道吗？那行。李霞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李霞，晚上我给你做你爱吃的啊，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，知道吗？师傅，嗯，你看这25年前的照片，它能管用吗？有照片总比没照片强吧？我跟那个管片小丽就打好招呼了，到时候啊，他帮你去贴。我看呢，这贴了也是白贴。那么多话。小刘警官，把这份通缉令贴在你店门口。见到了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先出去一趟，回来贴行吗？啊，行。好。今天呢，跟这个第三个受害人呢，从他那了解到啊，这个犯罪嫌疑人身上有浓重的油漆味儿，还有烟味儿，真让你给说着了，咱们得啊，闻着味儿去查去了。这要怎么查呀？你说怎么查？查查本地的家具厂、装修公司。对。还有，记住了。最重要的，劳务市场的油漆工，是。啊。不过师傅，我怎么觉得范围越来越大了呀？谁说？错不了，快吃吧。美霞来了，哎，东辉哥，阿凤，看我给你熬的汤，一会儿咱们喝汤啊。我们吃过了。啊，不是，这是我们老家的偏方、安神汤，我特地呀、给阿凤熬的，兴许能管用呢，对吧，阿凤？哎呀，谢谢谢谢啊、哎，不客气。来，阿凤，一会儿喝汤啊！哎呦，别烫着。哦，东辉哥啊，一会儿 你要出去干活的话，你还把阿凤送到我店里头来啊。好嘞。这样的话，我俩能做个伴儿，你呢干活也能安心点儿。哎呀，美霞，哎，真是总麻烦你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李地超呢？哦，他回荆州了。这么多年，他打我骂我，我也都忍了。不过谢谢你啊，东辉哥，帮我出了这口气。别这么说，我最恨男人打女人，我看不得女人受气。哦，那，你帮着阿凤喝汤吧，我先回店里了，我有事儿。好嘞，啊，谢谢啊，啊，没事，谢谢谢谢，哎，我怎么？没看见雅晴啊，一睁眼她就不见了，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啊，可能孩子受委屈了吧。不过没事儿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跟她聊聊。好。
辉哥啊，我能多句嘴吗？你说。我是觉得雅琴这个年龄，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，你别再把她当成小孩了，随便给她弄件衣服就让她穿上了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？是是。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。哎，好。那我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。咱们今天这个还真挺重视的，所以咱们这个案子，哎，做非常对啊啊！我们先来了，这当然多去办事，拜托啊，多关照啊，好，再见，师傅。怎么着？我今天跑了四个劳务市场，两个家具厂，还有三个装修公司，终于被我给找到嫌疑人了。在哪儿啊？审讯室呢。就是人有那么一点点多。你搞什么鬼啊？看看呗。走吧。在哪儿啊？这儿呢。就是你怎么不把海州的男人都给找来呀？我这不也是怕遗漏吗？简直是胡闹！让他们都回家。哎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？我女儿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她买个礼物。请问您女儿今年多大了呢？今年高三了。这件白色裙子可以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不要白色。那这边您自己先看一下可以吗？好。哎，这件怎么样？行，那我走了，再见啊。呀，叔叔啊，哎，你是来接夏晴的吧？是。哦，雅琴她下午第二节课就先走了。走了？嗯。她去哪儿了？她，你快说呀。叔叔，我要是说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。啊。其实我劝过她，可是她不听。你快告诉我呀，他去哪儿了？他，你这孩子，你让人着急呀你。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？啊，先生你好，请问找谁？先生啊，我找人。现在请问你找谁？我找我女儿。你女儿在这边吗？先生干嘛？先生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先生雅琴，先生雅琴，跟我回去吧。
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我找我姑娘跟你没关系。爸，我跟你讲，你回去。你别影响我。我跟你说，爸，你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，跑这来唱歌，什么时候年了跑这唱歌？放开我！爸，你干嘛呀？我上班呢。你上什么班啊你？你跟我回家。我不回，我要赚钱。你赚什么钱？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安心复习考大学，你赚什么钱呀？我不想考了，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？我逼你什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怎么不懂事了？听话，你跟我回家。我不回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回，我要上场了，爸，你能不能别再逼我了？我不要再管我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我不回。
那个我爱人这两天吃什么吐什么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？她怀孕了。怀孕？已经两个多月了。不过看现在她这个情况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恭喜你们。您的意思是，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？孩子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过你一个人要照顾一个病人，还要照顾一个孩子，你有这个精力吗？照顾一个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我知道，但这毕竟是一个生命啊。已经两个多月了，你要尽快做决定，再大就不好做掉了。容我再想想吧。你想让他跟你一起受苦吗？我想通了，就算以后再苦再难，我也要不惜一切抚养他长大。在吧？哎，东辉哥。啊，东辉哥。哎，东辉哥，东辉哥，你。李立超呢？李立超刚才回来了一趟，又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哦，哦对，他说让我把这个给你啊。这个王八蛋！哎。你站住！哎，东辉哥，李少，
痛，好痛！我告诉你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，我看你还敢不敢了？敢不敢了？打死你！反应！敢不敢了？我告诉你，以后谁也不许欺负，包括美霞。不敢，我知道。你下次是这样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公安局，我让你在局子里蹲几年，听见没有？不敢，我知道。我记住了。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。我想你了，雅晴，一定会考上大学。她怀孕了，孩子没有问题。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，还要照顾一个孩子。杨辉哥死了，我找东辉哥。魏晓，不客气，我能照顾好阿凤，还有雅晴。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，只要你需要。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。东辉哥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？不管一切都会，这两三年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阿善，咱们去找美霞啊！你看啥呢？阿善，你认识他呀？阿善，藏得够深的呀，老谢啊！你不是谢东辉啊？你想怎么样？你离我老婆远点。咱们得离开这儿，等这个雅晴考上大学，我们就得马上走。师傅，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呢？在走访的时候啊，听邻居们说。老谢好像为了报恩，你们家的雅晴啊，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，恭喜你了。谢大哥，你留下的钱该用了。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。怎么回事？变卦了？其实没事儿，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。我想得很明白。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，你去上大学，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？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。